致的5201手动上链机型，白色真金绒配表面，搭配着18K 玫瑰。好，那当然，其实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重头戏，黄大哥，18 K 白金的一个一拳击版表格，防眩光处理，蓝宝石全地面的底盖，表冠镶嵌的钴原石的蓝宝石，加上我们镶钻白金表面，以及白色的钟乳被小鸟穿搭配着镶钻表圈，蓝色的金石的指针等，总共将有中间再回眸一下左边。好，为满足我们现场所有摄影大哥大家久等的时间，我们让他开口。大家好，各位摄影大哥，各位记者朋友，还有 Hello 来逛街的朋友们，你们好。很美丽，对不对？底下的光芒散发到上面，看大家都比大拇指赞。都有，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买手表，然后他们有很多就是我爱的大表面的手表，所以自己也收集了有几只这样。对，听说好像有这个红椒橡树、红椒橡树离岸，然后通通都有，对不对？是吧？是的 ，offshore。所以其实你可以感觉出来，就是你因为自己的生活形态不一样，所以也会选择一些不同的表款来做搭配。是是是，因为我其实本身。比较男生的性格，而且我平时穿衣服的话，也就是私底下都比较轻便一点，所以我很喜欢大表面的手表，所以选择就会比较中性。但有时候可能会因为要出席一些活动，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秀气的打扮，所以也会准备一些比较稍微小 size， 然后有一点珠宝的这种表款。当然喽，其实我们说到美学设计，还有珠宝上工精湛工艺的话，在你这一只表身上就全部通通拥有。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全新千禧系列全钻，这个全钻，然后就是一只属于专属于女生必须要拥有的手表。真的，说说看，为什么一定要有个手表？因为我觉得呢，它第一个，它的外形非常的优雅，它是一个圆弧度的，一个很椭圆形的表盒。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有拥有的女生的优雅，但是呢，它的所有的内在呢，又有 AP， 它的那一些精工的设计，精工的那些工艺的工艺，复杂功能，就像一个女人，她也必须要有一颗坚毅的心是一样的道理。当我们看到基本上都是在背面的才会看到那些摆轮的摆动，然后他这次把它做在正面，你会觉得说，哎，这样子的感觉，虽然说是珠宝表，可是你又会觉得它感觉不是这么样子的秀气，它在那个优雅当中，它又带有它自己的个性在。对，所以超适合你的。没有，而且它连旁边这全部都转。真的，我在这边看，我就觉得它真的是一个 art piece， 就是一个 jewelry piece， 然后但是它又是有集结这种的复杂功能，是我的顶级钟表的工艺在其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为什么找到新的，我觉得真的是找得太好了，完美的一个搭配，相互的辉映。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内外兼具，我们新如呢，它自己本身在生活当中就不断在诠释不同的角色，从十几岁开始当 model、演员、歌手，然后呢自己在制作戏剧，又成为老板。哎，你要怎么去调试这些不同的身份？怎么样去诠释它呢？我觉得人就是要不断的进步，然后在什么阶段足够了那个能力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去创新，去做不同的事情，因为。我很不喜欢一成不变的生活，然后我觉得演员真的不停的需要有一些新的东西给我刺激，然后我才可以有新的想法，然后才可以有一些更全新，然后更好的一些创作出来。其实我们真的觉得心如应该是一个非常用心在生活然后工作的现代女性，可以看到外表保养得这么美，而且动美，然后另外呢，要跟你一起去做瑜伽才行。哦，对对对，跟你一起的，我要跟随你的脚步。在事业上，我觉得你真的太厉害了。是，这就是我们 AP 表这支千禧表想要传达给大家的讯息，就是你要有非常优雅的外在，然后你要有一颗非常独立、自强、自信的一颗心，才可以展现出你非常完美的那一面出来。